Hello， 大家好，我是 Mabel Wong 小姐，调颈靓站李家国。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个调颈靓站上盖物业都会宅三房套的单位。你看到主要的景观都是绿油油的山景的，也都看到一部分的海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了解多一点或者约睇，欢迎随时联络我。好，一起来看看呀。今天看这个三房套的单位，你看到一个好光猛的厅，出到嚟见到个景观咧，好舒服开扬嘅，系啦，学校景，绿油油嘅山景，咁远望咧就望到些少嘅海景嘅，房入面会睇到多啲嘅海景，咁一个好靓嘅市政嘅露台啦，嗱你见到，咁话业主用咗密码锁嘅，咁好方便啦，唔需要带锁匙，呢度系一间房嚟嘅。你看到景观和啱啱露台是一样的，是啦。OK， 好，呢间房出面咧就是厅啦，咁隔篱咧都是一间睡房。咁你看到咧，又是绿油的山景为主啦。喺呢间房就看到多啲嘅海景啦，咁都开扬舒服嘅。厅嘅另外一边就系一个主人套房，主人套房系啦，亦都有个大衣柜，呢度有个浴缸嘅洗手间。呢度是一个饭厅啦，门口入嚟的左手边咧就是这个有厨房。咁你见到仲有门口一入嚟左手边呢个就是一个洗手间。OK， 大家有興趣的隨時查詢聯絡我。好，多謝曬。